今年是梅山文教基金会39年，今年嘛举办39年的特展，邀请到手捏壶协会的理事长翁阿某来进行展览，现场展出理事长翁阿某侪年来亲手制作的茶糕，予展览人大饱眼福。哦，咱手捏壶制陶吼，其实我是透过文教基金会迄人群的介绍，才去认识咱做手捏壶的老师吼，谢老师，谢忠贤老师。哦，阿弟伊遐介伊学只手捏壶吼，哦，咱做的时间其实我已经做20-30年啊吼，啊，伫咱梅山地区，阮嘛有伫做推广的工作，啊，最主要阮有一个桃城手捏壶协会，哦，阮每一冬在各地，阮嘛有伫做展出，啊，最主要还是推广，哦，希望有一挂对陶艺有兴趣的朋友。其实会当透过哦，我的团体啊来学一挂啊，不管你是要做茶糕，还是你要做一挂生活器具，都会上来参考看卖啊。李处长田清标表示，这个茶糕如果被称为不离糕，是因为这个茶糕伫制作出来了后，是无可能有同款的茶糕搁再出现。逐支茶糕展现出来，拢是咱个师傅伫当下的情感，是无可能被复制的。最新新闻内叫梅山乡彩虹报道。你知道学校什么东西换新的吗？对啊，搁有新风换气系统，近前的桌啊拢会摇。摇，近前的车肯修当就会规个捞出来。现在可以放比较多，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。你会不会过敏？会。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，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。考试100分吗？成绩有提升啊。我敢学新的操场，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，跑步超舒服的那种。硬体是软体的基础，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，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，大口呼吸，快乐奔跑。嘉义，我的家，教学环境全面佳。